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，入围的有太小了，你这样手林依晨，不够善良的我们，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，请你让座。徐伟宁，不够善良的我们，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。杨富江，公视人生剧展《但未中的婴孩》，凌晨影视制作有限公司。你的爱人啊，阿强，你先回去，你先回去办安尼吼，明天我去找你。杨贵妹，暗潮，菲尔创意有限公司。明天我去找你。雷佳瑞，八尺门的辩护人，静文学股份有限公司。好了，来吧。好，等等，好紧张哦。对，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得奖的是徐伟宁，不够善良的我。优雅、倔强、高傲、脆弱、自立又令人疼爱，这些难以演出的特质都被精湛的演技细腻刻画，松弛有度且扣人心弦的角色塑造，赋予人物深邃动人的灵魂，演出入神入魂。谢谢评审，谢谢导演徐艺婷导演，谢谢有花大 Q， 我要先把人谢谢完，我怕我忘记。谢谢台湾大哥大，然后谢谢 My Video， 谢谢公视，谢谢我的简清芬，我的量子纠缠，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瑞贝卡。谢谢，谢谢凯凯柯震东，谢谢小美。对不起，我很紧张。谢谢。我要其实最最最需要谢谢的是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因为你们的付出，所以我才有站在这里的荣耀。我会继续努力下去。谢谢我的家人。我希望把我的奖项，给我在田上的外公跟我的四阿姨。谢谢他，我的家人一直支持我。然后谢谢来现场一直支持不够善良的我们的所有的粉丝们，所有的朋友们。然后。谢谢我的先生，他是我最佳的队友，没有他的话，我不可能演戏演这么轻松，在现场对没有心无旁骛的工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主角奖入围的有。李明忠，台语有影，亚蒙，魔镜映画有限公司。李明顺，八尺门的辩护人，静文学股份有限公司。请你救救我的女儿！夏静婷，客家天样烟，聪改本唔堂，客家天师台。你是哪个病床家属？好。张耀仁，杨醉大本店，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，公视台语台。你逃不出。贺军翔，不够善良的我们，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。要来了，来看看最帅的五位男主角们，此刻的心情。哇，这个太紧张了！
都老戏骨哎，都很装正经哎，真的。来，我当然需要，我有私心的，我希望把我的饮水的兄弟啊，好兄弟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快点快点。来了来了。来了。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主角奖，得奖的是。李明顺，《八尺门的辩护人》，恭喜！角色设定不落俗套鲜明，演员在角色性格幽默和内心执着的表演线条上融合顺畅，抗议不公激昂的情绪与父亲争执、情感理解的几场戏，截然不同的情绪都能牵动人心。好你妈祖呢，谢谢妈祖，我也是你的忠实者啊！谢谢金钟奖，谢谢所有的评委，谢谢你们再次给我这个鼓励。首先呢，我要谢谢的就是静文学，中华电信，不能讲错这些，公视。哈密 Video 还有 Netflix， 谢谢所有的长官们，谢谢你们。那接下来我要谢谢就是八尺门的监制董成云小姐，导演唐福瑞先生，还有小葛，谢谢你们把这个童宝驹啊这匹马交给我，他真的太野了啊、哦。那接下来我要谢谢就是八尺门所有的。台前幕后工作人员，虽然这三个多月我们的这个剧情真的是很沉重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拍得很开心，拍得很欢乐，真的是很开心跟你们合作，希望下次还有这个机会。那接下来我要谢谢就是我的家人，我的太太范小姐，你真的是，你真的是我的幸运星，谢谢你这么爱我。然后我也很爱你啊，谢谢你把我们的儿子照顾得这么好，我才有机会这么放心出来拍戏。那接下来我要谢谢就是我可爱的儿子李希全 Zen， 爸爸也是很放心每次出来拍戏，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懂事很乖，让我很放心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李明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进入这一行，下次到我部分上来好不好 ？OK， 那最后我要谢谢的就是阿米斯 ，All right， 侯立马总，谢谢。